路了。第一个就来个老布里，你先礼后兵吗？他会不会招工带工？哇，那就不要我决定。他是以前支援的吗？这你觉得有点面熟面熟吗？来一个，不欠债。我们在后面单打还是？我们找地基的。跟那个吴宗翰打的就是什么？就会如果紧张，跟他打应该也会要。这样是那个高高的，然后我去，然后跟他打，我上次输哎。对呀、啊，他上次跟我打，我输哎。对。对。小心一点可以。单打要赢四点半了。